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直播事件。他们让新闻动了起来，他们将全国的目光引入一群悬崖求学路上的小学生们的命运。与其说这是一次直播，不如说是一次精准扶贫。安全就是最大的名声，是这样一群新闻直播人的使命。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直播事件的是新京报直播记者再探悬崖村，重走天梯上学路。恭喜新京报，